所以听了张专辑，觉得周杰真的非常厉害，就一口气买了两张。哦，那你有告诉他吗？你有告诉他吗？那你听我的故事，我继续发展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期待啊！深深呀。看大家评论的时候，我看到像类似说我真的很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去被传递到你的情绪，就希望自己可以去伸手帮一下你，但是很多时候也知道自己可能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至少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我的歌声的形式陪着你熬下去。你身边也有很多比你想的更多的人都爱你，都会陪你的，加油。面对夸赞，深深总是害羞，总是说我只是一个唱歌的。谢谢你们喜欢听我唱歌，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的歌声照亮，因为他的歌声而更爱这个世界。那一句谢谢你选择唱歌不是客套。也谢谢你们听到了我吧，应该说是你们把我变成了一个英雄。你们总是说我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拉你们一把，我应该说是谢谢你们让我去成为了这样一个英雄。你们也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也是无数次把我拉起来，给我力量，把我放低了自己，然后把我举托起来的那个英雄。所以只想说这一句谢谢。卡布，你看到了吗？现在的你格外的耀眼。深深终于火了，嗓音很特别，百灵鸟在唱歌，真的百听不厌，越来越觉得周深是个小天使，感叹周深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每首歌他的音色太精灵，来一段人间太好，好好听，好好听。深深终于火了，为什么一直难唱唱？这个 OST 太多了，怎么还不出专辑？为什么一直翻唱啊？粉丝没有耐心了，没有那么多主题了，有点说thank you.
在吗？现在这个镜头是记录的最明显的，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突然有很多人支持你，然后一下哎回到美丽，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所以就会更让你觉得演唱会或者是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像一场梦。已经12年了，被他非常纯净的声音吸引了，非常治愈我。听他的歌就会觉得哇，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了。真心加油！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关于梦想这个词，我小时候是一直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在你自己的那条线上走着走着走着，你可能就发现你的主任务了吧。然后卡布就是那个一直还没有发现自己主任务的那个自己。来，3、2、走。会影响我的帅气吗？会，就这样吧。好，我开始许愿喽。谁不相信我许的愿望会实现啊？这个什么灯光啊？那个时候，卡布音乐带给他了放松，带给他了另外一个世界吧。我真的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所以音乐肯定是另外一个世界。试下速度，然后到时候对这个速度 OK， 我们再重新弄。嗯，好，好，来吧，马上。好嘞，不急。嗯，周深比较前期的可能会比较颜色稍微暗一点点，因为他不敢去在大家面前成为歌手，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远的梦嘛，所以可能没有那么亮。
志宇说我愿意去出道这件事情，就是各方面原因吧，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个梦想那个东西它不会消失，它只是可能暂时被什么压制了呀。我觉得 Pete Daddy 可以帮我点一下，都一起啊。蔡局呢？就那一下，那个东西不会是说说服自己就用的，但是你一直在准备，说不定哪个时候你准备的东西就用上了。还没法开。做我坚强，我是双手，为愿你能得到拯救。非常非常难吗？哦，它是哪个 key？ 还不是 C 调啊？那一堆变化音。对，然后前奏一个调，进唱一个调。这么远、啊？太远了吧？这几个音。预备，走吧。紧张。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在青梅用来酿酒，你不必偷着喝，穿朴素的衣裳，牵着那一首。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人吧，就可能从声音的反差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一个性格，从爱人强迫大家觉得啊，你怎么可能是爱人？葛大人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内向的人啊？不可能的，我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说什么？谢谢你们。你好啊。练习时长就一个星期，没关系，这么快的吗？肯定可以的。其实我觉得我存在这个圈子，很多就是浓缩的大家处在的工作圈，因为每个工作圈都会有他的问题。我性格内向，但可能这个工作它不能够让你内向，你该怎么办？就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节。DJ, blow my speakers up。对对对，好好，放松啊。我就只会真实的做。可以的，可以的。对，就可能脚一前一后，像拍照一样。啊，哒哒哒哒哒哒，哎，可以过来。哎，对，好，往后伸啊，呜、哦，怎么样？虽然不是我很擅长的事情，但是我也很开心啊。我觉得我给大家带来开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不呢？我都在跟他们说，不要去抗拒一切尝试。我最后我自己还不去尝试。那岂不是很尴尬？快起来！辛苦，拜拜，各位老师，我们接下来试一下缘起，彩排一下缘起的音乐。一开始我也觉得歌手的职业，我觉得啊很远，不可能。但是作为一个平凡人，可能就在某个时间点，找到你的主任，或者是你刚好抓到了那个机会，去做到了你想做的事。我觉得说不定也有某个想要这样去做，或者是某一个没有那么有明确目标的人，突然有没有可能他听到了歌，或者了解我的故事，他觉得哎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迷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最想做。
是想要更走进我的听众一点点，我很喜欢跟人的那种交流，这个也跟我成为歌手的一个路径有关系吧。我不是突然某个怎么怎么样就变成了一个歌手的，我反而是因为先是可能慢慢慢慢因为自己的歌怎么怎么样去从人堆里面一起慢慢慢慢往上走的，所以当如果我在唱一个东西，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好像不太是我想做的东西。深深，我们来看你喽！好。时期的我觉得更像是那种我的世界那种游戏，那种格子动画，可能像素没有那么高清，但是它的像素不会影响它在里面的乐趣。就升到后期，它的那个元宇宙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色彩很多，然后像素高了很多，版本在升格升级的感觉，1.0 2.0 3.0不停在升级。一段啦，救命啊！我真的很想唱好这首歌，大家为我打气吧。不行。不行，我重来，我不能把这首歌毁成这个样子。再给我一次机会，三二一，哼！周深，你可以的，加油！音乐的存在就是，它即使让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让你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这是我作为一个歌手每次看到那些评论最让我骄傲的一个事情，他们都说让我感觉我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他们在我的身上找到了他们自己呢？他们也许也是一个内向的比较敏感的，或者又也许他们有没有可能看到了一个他们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呢？他们会觉得我的成长会让他们觉得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个时候还是个不起眼的小男孩，但是他那么认真，那么青涩，那么干干净净的，自卑否定自己的小男孩终究还是长大。哎，那不得还是得长大吗？Hello， 你们在吗？如果有一天我再唱不出高音了，你们还在吗？如果有一天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个所谓的更好，你们还会在吗？放心啦，但是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你们来过，也谢谢你们在。
每首我都很努力，都在想是，哎，那这个地方如果唱一首他们写的歌会不会更有意义？看到这首的歌词，有很多他们想表达给我的，也有很多我想表达给他们的，于是我就写了，我选了这一首《以光相互》，我就希望他们也记得他们自己身上的光，很耀眼，很温暖。他们自己也不停地在做着那个非常厉害的人，我很害怕他们忘记这一点，因为如果忘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做得不好，会怀疑自己。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们很厉害。回望着你我，像是许多年华，感谢你为天下前行的步伐。我个人的性格的话和他有点像，也是比较内向，然后会比较缺乏安全感的那种。他以前也是这种性格，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慢慢的变得开朗，变得自信，然后这些方面就是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他的陪伴，他的有趣，他的存在，让我打发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无趣。当我的长辈离开的时候，就是后来深深出了一首歌叫《花开忘忧》，就是歌里面就是说，总有一个时候可能会在平行时空我们会再次相遇的。对，那个时候他的歌非常非常的就是温暖我。上次肺炎住院了，本来心情是很郁闷的，后来看见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顿时感觉心情都是完美很好的了。在一个歌手之前，你是周深，照顾好自己，谢谢。对，谢谢周深的歌带给我们生米力量。这是一首生米写给我的歌，他们祝我出道9周年快乐。你们写了很多歌，写了很多信，做了很多事情，我都有看到哦。演唱会它应该是一个，它是一个很美好的相遇。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我觉得每个舞台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站在无论是小舞台还是大舞台下面为你加油的人，他的那份爱都是一样。未来所海洋刹那夜色与你相互回应着光亮，一个化作桥穿越过海浪，听清铃声在天际悠扬。当你的听众的那个数字出变成一的时候，哎，那个爱就已经发生了。永不散场，更像是我的自我介绍。从我开始唱歌到出道，到后面有自己的歌，有自己的所谓的代表作，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这样一个自我介绍吧。所以感谢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都